两款是雪纺，同样的布料，但是不同的款式。嗯、这个有做小 V 的原理，那这个就是会收腰，会让你有那种三七的比例。哦，我是比较喜欢小香风的。对呀、啊，哦，我就会喜欢这样它，但它因为它料子是有比较厚一点点呐、啊嗯，就我一定要，等于说一定要在这个冷气房穿，如果在外面就有点热。嗯，但它料子很挺。